那囚禁在家摘掉了他的四肢，做成了人体花瓶。他叫尼克，是当地医院非常有名的医生。尼克正和院里一名护士谈恋爱，但他的内心却一直都被一个人所占据，那就是海伦娜，一个风情万种的尤物。她就住在不远处，曾和尼克有过一夜之情，但也正是这唯一的一次，彻底俘获了尼克的心。但海伦娜与尼克就像缪斯与凡人，生性自由的她有无数的男性伴侣，她根本没有正眼看过尼克，但越是这样，尼克对她就越是爱得深沉，以至于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。这天尼克的母亲去世了，他的豪宅也就由尼克接手。为了创造跟海伦娜在一起的机会，尼克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派对，并邀请了海伦娜以及众多朋友前往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一个朋友在派对上率先出手拿下了海伦娜，自己又因为未婚妻在场，不能做得太过分。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变得烦躁的尼克同看出端详的未婚妻吵了起来。尼克脑子一热，甚至叫错了对方的名字，气得他扭头就走。晚上尼克收到了海伦娜的留言，说他第二天将前往墨西哥，但自己的手提袋落在他家了，希望他能在明天帮忙把东西送到机场。海伦娜不知道的是，要是自己没有打这通电话，那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。女孩从睡梦中醒来，完全理解不了她究竟遭遇了什么。她那双修长的腿消失了，但却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脚如同火烧般的灼痛。手提袋里有海伦娜的护照，尼克把它藏了起来。将手提袋送到时，海伦娜大发雷霆，尼克趁机让她跟自己回去一起找。其实她早就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餐，但海伦娜根本没心情吃东西。她早就看穿了尼克的心思，只是对他毫无兴趣而已。为了不让气氛更加僵硬，尼克只好乖乖拿出护照。海伦娜夺过来转身就走，尼克连忙跑上前去挽留。海伦娜来到了马路上，就在他们纠缠不清的时候，一辆高速行驶的车冲过来撞倒了海伦娜，并从她的腿上碾了过去，没有丝毫停车意思地消失在视野中。再次醒来时，海伦娜发现自己的腿没了，尼克没有送她去医院，而是擅自给她动了手术截肢，并表示自己会照顾好她。但即便是失去了双腿，海伦娜仍旧对尼克非常冷淡。期间好几次，尼克的未婚妻还有同事到访询问尼克的情况，毕竟他已经很久没去上班了，甚至还剪断了电话线。尼克只回答说他想要清静，实则是想和海伦娜永远过二人世界。这变态一样的爱恋让海伦娜逐渐崩溃，他试图跟尼克讲道理，并毫不留情剖析他的变态心理，但这对尼克没有任何伤害，气得海伦娜狠狠掐住了他的脖子。恍惚之中，尼克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母亲。这个女人坐在精美的椅子上，后面全是花束，男子正在伺候她吃药。如果不是没有手脚，她还真像个尊贵的女王，而非人肉花瓶。意图掐死尼克的第二天，海伦娜失去了她的双手，这下自己真就什么也做不到了。尼克仍旧很细心地照顾她，看着自己遭遇的这一切，海伦娜悲极生乐，忍不住狂笑起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海伦娜已经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，不管做什么都需要尼克的帮助。尼克为她吃饭，为她念书，替她梳妆打扮。在海伦娜情绪崩溃时，她甚至拿出了手枪，告诉她如果我死能让你开心，那么我愿意。在这样潜移默化的日常中，海伦娜渐渐地由内而外地接受了这个几乎夺走她一切的男人，成了名副其实斯德哥尔摩患者。就在某天晚上，他们准备办事之时，海伦娜的某个前男友突然来访。虽然他对海伦娜来说也不值一提，但他还是在海伦娜失踪后用尽了一切方法去寻找。他在许多地方都聘请了眼线，其中就包括一家花店的老板，而尼克正是这家的常客。他订了一束花，并请店家为海伦娜写了贺卡。于是老板把这事儿告诉了海伦娜的前男友。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女人，前男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随后他便发疯似的殴打尼克，甚至掏出手枪想直接崩了他。这时海伦娜连忙大声阻止他的行为，虽然尼克害自己变成了残废，但确实也只有他会真心照顾现在这副模样的他。至于前男友，他用不了几天就会抛弃自己，这点海伦娜心知肚明。被大声呵斥的前男友脑袋转不过来了，只觉得憋屈，于是他狠狠揍了尼克一拳，随即愤愤不平地离开了这里。被揍的尼克碰到了雕像，然后摔倒在地。就在雕像快要砸到他的时候，尼克从梦中醒来，他正身处医院，同事告诉他海伦娜的手术做完了，现在正在休息。原来一切都是梦。尼克缓缓来到海伦娜的房间，凝视着她熟睡的面孔，梦中的一切突然又回灌到脑中，他赶忙松开了手，悄悄离开了房间。原来车祸发生后，现实中的尼克还是叫了救护车，将海伦娜送到了医院。但梦中发生的一切确实也是尼克想做的事儿，只是他终究还是用理智打败了扭曲的欲望。这部电影叫做《盒装美人》，上映于93年的美国，
当一个人想得到另一个人，或者说想控制另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不自觉给对方施加各种束缚。以男女性为例，男人不希望女友穿着暴露，甚至不希望她去工作或者接触任何异性，都是控制欲的体现。大到国家文化层面，伊斯兰教的女人戴的面纱、非洲的割礼、中国的裹脚等等，都是一个道理。影片中有提到尼克的母亲，她也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父母没有给童年的尼克给予任何关爱，导致尼克一直很缺爱，于是他的行为慢慢变得极端，而且还对此没有清晰的认知。不得不感叹，这世上一切悲剧的发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。影片中的尼克选择了克制，现实中又有多少人